绿豆的问题啊，他们还是在跑位啊，在去复印上游戏问题，主要是没拉开空间。然后哎，可能有机会在那边接球的没有喊。主要是哪个位置没有拉开空间？那个我都不好说的，不是，我没看到。我不是你在这个位置，没看到，我没看到。是不是？我真的没看到。那个。两个兵。哎，真姐儿。哎。为啥子你们？首先，我们还是有敷衍。然后我们对教练给出来的那个行进模式的教学，我们不是很那个教学目的给我们过后，我们不是很明确。嗯。比如说，我们跑位的线路，还有中间那块能不能拿球？中间那个进攻那块随时都能逮起，又不能拿球，又不拉出来接，所以我们的传球线路也变得非常少，而且我们跑的位也不是很明确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控球，第一是控球的转向啊，或者边界边向啊，接拿球啊，也是不是做得很好。报告哈，鲁队其实一个进攻前场来是二十五来节啊。第一，它的跑动范围啊有限。第二呢，就是跑动的线路你们太单一。打那个比赛哈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你们是131是不是？哎、嗯，对不对？131的跑位，那个在中间没得问题的。他虽然不能传球，但是他可以啥子？二十斤可以扯，他可以前插，那个也可以前插噻，对不对？现在的问题是啥子？那个人找不到位置，你说往那边，你说往那边。二十兄只有啥子？横向，只有横向移动，对不对？嗯。他没得啥子？没得拿球，没得交叉换位。啊，没得回撤交叉，啊，没得说拉边，把中间的空档留给哪个？因为那个人也可以，那个人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相当于至少说就这两个人没有穿插起来，所以造成前场没得啥子。没得接应，没得接应，没得支点。哎没得支点，我打那个长传对不对？你看你们没人接，你们脚法本来是靠后的。等一下传过去没人接，没人接，对不对？有接就是暂时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啊，那 OK， 我现在反过来说可以。杨老师，哎，啊，杨老师，为啥子你们打了一个漂亮的？啊，应该那个球是一个不算反击，但是是漂亮的快速进攻。大家想起那个球不？这是没打进，最后是五连包抄的好事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打进过嘛，对不对？嗯。但那个球漂不漂亮？漂亮。好 ，OK。杨生，为啥子你们有那个机会打出个球？我反过来说哈，应该是那个位置拿球。杨老师当时那个位置，五连差不多在那一节，可能哈，大概哈。好、啊、当时是那点唯一抢过个球的啊，余贤是唯一抢过的是啷个子？你是啷个拿到球的？那个于老师，于老师拿球，那我说一下，那个是于老师拿球。我也抢过，那个传给我。好 ，OK， 大概，哎，于老师过来。于老师这个位置。差不多是那个位置，于老师。哎。那个地方差不多抢到的，是不是？还是在身前抢到的。后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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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儿抢的？输抢断，传给于老师位置。哦，攻那个门，攻那个门，在那个，他们那边抢断，我拉到那边来，他们。我那个哈，那个那个成功在于两个人，一个是于老师的传球准确，嗯，还要感谢杨老师的前插，那都是你们绿队不具备，海龙有前插，但海龙啊前插是最棒的，还要么就是踢了过后球过不到，这也是有那个情况，但其实不存在球过不到，其实小谭的脚法也是非常好的，啊，你们的视力不好，还有就是站得太死了，啊，你看。如果没得杨老师，比如说于老师一拿球的瞬间，杨老师不全力前插，于老师有那个支点吗？没得，没得，确实没得。
那是杨老师跑出来的啊。那么还要感谢哪个？他来前插的同时，球过来了，吴连也来前插，往里面一停，球一传过来，啪打门，但是回防还是很及时，还有谭老师一直站在那儿嘛，所以噔噔打的啊。所以说那个配合是啥子？接应每个人的啥子？球从那点一接球的同时，那个人前插，球过来，球在空中的同时，吴连都前插，那个人都过来打门，接应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如果接应那堂课不好，我告诉你，长传球永远都出来不了，因为你没得支点。所以我们刚才作为教练员的要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些，然后我们重新上场，教会绿队，教会二师兄如何回拉，如何前插，利用边路，利用中路，对不对？如何交叉掩护啊？交叉掩护拉过来，他一拉过来，那边都有空档，那个人插过去，球都可以过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我们都停下来讲那些东西了。你讲那些东西，娃儿一建立概念了，上场过来。那个时候我就喊停了，都不会像你们那么来休息，全部站在靶子上的喊停，回位。刚才那个球有这么样更好的选择，无球的人应该啷个跑，有球的人应该啷个跟，球跟不到那个位置。我们技术层面都练。他也是那点球上的，对，那点我们就是球上，对不对？如果他那点达不到，你练一万次也没得用。所以最关键的是要解决那点问题。那我刚才我们解决的是哪点问题？我谈技术没得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全部是接应、支点、跑位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说那就是我们教练所做的事。那么刚才那个场景。现在真正人明不明白那个框框的意义？明白。其实这个框框的意义就是需要啥子？需要去迫使大家拉得更开，看得更远，打得更好哈。像我的队伍来打那个，明显会感觉我不喊他们拉开，进攻时全场拉开，而且特别是后场特别多，从后场，为啥子我说幺三幺比较好？幺三幺右手转攻的时候。对不对？本方半场抢下球，你会明显看到那两个人疯来一帮人往前面跑，特别是一侧无球人，有球人那块他可能进攻还要接应，一侧无球人像疯了一样，都喊啪都打过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跟你说，你都会看到整个队伍拉得开，向前一直抢，他不拉开根本就满足不了我的训练要求。所以那是我的训练要求导致他拉开啊。那么最后我们的比赛框框取掉，正常比赛你都会觉得他们哎，好像在某些时候，像那天我们说的噻，海龙在做示范的时候，其他老师他不会踢，他都想在动，因为那天我讲的是啥子，就是条件反射，对不对啊？那都是你教练员给他创造那个环境啊。 OK， 我再最后一个问题，如何降低难度？如果完成不了可以解消，解消不需要长传了，可以解消，中间是可以解消，非常好，可以啊。你也有天赋，如何接应？模仿也行，怎么样？接球管制球，就分球，保护。那个里面接应的要求很重要，出球一次，保护不能，只能一次出球，对头。为什么？开始，肚子先遮到。为什么？哎，那个捂住炉柱摆起，捂住炉柱摆起。四方哥。哎，五分钟，捂住炉柱摆起，还是我。二来捂住炉柱摆位置。摆起。组长，可以摆到那边去。我那边去嘛。刚才啊，摆起吧。你打过一阵子了，当时。哪个讲的来？我们时间稍微多一点点，理论就稍微再稍微深一点。好，捂住炉柱摆起哈，其他老师都继续。好，跟着我。挨着我们班。跟着我师傅走。为啥子？加个节奏。好，那个来，你说的是一次出球是吧？好，我先问你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设置一次出球？如果说足球次数多大，他跑的接应的点、弹跑的空间都大了，相当于难度都更小了。专业的，他多大多大，他的那都不是长。他一直就是好多更多的观察，因为他必须要一直就好多想观察，他必须先观察，他必须还球队呼应他哪个跑位，他为他就随便看。
你首先要坐两边噻，你拿起桶你就往他两边噻，那自己在两边出球，他就你不能乱传噻。那我外面不了。其实他避免在那个规定那个区域里面多次倒球，哪个都可以对妥的。分的都避免多次啊，还会更快噻。避免多次倒球那句话说的非常好，但避免多次倒球的结果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？长传。长传。达到我那次长传球主体的目的啊！你想想，我都可以中路渗透了，那还需要去长传？说白了，他都不得长传。他就打坨坨噻，就在小范围里面传噻，他为啥子需要长传呢？那么为啥子我要限定一次出球？是因为一次出球，第一，他不可能在里面形成太多，他都可以传了球跑位，传了球必须跑。二个是啥子？我可以作为支点翻起来都可以。你看我在里面。一接我们俩是一头的，我你传给我，我一出我一抛，啪的打球，降低难度没得？降低难度，降低了。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试，啊，可以试，啊，可以试一试，在那个里面，而且我们还要去限定他的人数，近期只能一个人。如果说你可以进去两个人的话，因为它里面一次出球一个碰墙，对不对？所以说那都是我们在训练实际当中去，通过我们的要求，而且细不细的要求。啊，李老师，哦，他们在商量，不细不细的。那些要求细不细的？行，为啥子要那么细的？为达到训练主题。达到我今天要反复出现长传球的目的，而且是在比赛当中自然的出现，不是说你必须那天你说的挡拆，哈，没得挡拆那个说法哈，其实它就是一个交叉掩护啊，不是你规定它必须交叉掩护，是你在正常的开球后。引导他通过你的限制，通过你的规则来引导他更多的出现交叉掩护，明白没得？那才是真实行为。那个刚才那个球我没有教杨老师打噻，我也没教你五连抛噻，没有噻，对不对？所以那就是我们在限定中间那个区域过后强制性的有一脚，那么你晓得我要去接应那一脚，所以你拼了命的去跑，因为你晓得你去才会有希望。不去，于老师那脚啪，啪，那边儿，没得那脚转移，但是你看转移的效果在哪点？恐不慌？你当时怎么这边恐不慌？挺恐的，球没停得很好，是你速度很快，球没停得很好。